韩民国不变的趋势是什么？贪污啊，贪污！非典型正派男主角。什么时候才能存到10亿？没有在短时间一次就能凑出钱的方法吗？有那么多国家不去，你为什么偏偏要移民丹麦？贪污腐败指数最低最清廉的国家。TQ 集团这一次要找有经验的人来当会计科长哎。TQ 集团 ？TQ 零售、TQ 物流、TQ 快捷，如果我能顺利进去，会计部门就掌握在我手里了。A 钱只是时间问题啊！请保佑我能应征上 TQ 集团。我真的想在 TQ 集团狠狠大捞一笔，之后真的就会正直的过日子，是真的。3月1日晚间7点，未来戏剧台金科长。